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大家，延续2022年的荣誉，我们再度获得了2023年 Empire ESG Achievement 永续标志评选的认证，能与其他比我们规模大上很多的上市柜公司一起获得这项殊荣，代表我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因为资源较少而忽略了对社会对员工的责任。很多事情只是非常简单的小事，比如在包装上耗材的减少及用环保材质包装，都是所有企业都能做的。希望再度的获奖能够带起这个行业的风潮，也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及产品使用者了解到，使用我们的产品就是在对地球或是社会做出贡献，对我们更加信赖，成为台湾同业里唯一获得此殊荣的企业。希望能够带起风气，让我们一年比一年都更加的进步吧。